要看 QE 躲得好不好，打 EZ 打下。哎，这角度有点差，我主要不敢往前压，因为河道没有视野，怕他们在河道蹲，所以不是很敢往前压这个生物。可以往前压了，对，其实基本上这种兵线已经明显能抢到二的时候，可以往前压，不需要再强行去补那个兵的。打的对线其实发育就很成功了，琴女是一个发育英雄，那我 EZ 也算是个小发育英雄，对线不出问题的话很好打。螳螂在上路头了，他可能会被抬，这边被抬无所谓，这边被抬要看位置，如果霞跟不到的话，若抬的话也无所谓。哎，这个 Q 空了，我断 Q 断被动了，这下不该给他 Q 到的。大波状态中，两个人基本上都是满血，琴女也没有控制，所以很难抓死，包括皎月也没控制，压波状态就赚一波线很赚。对啊，能赚个路程吗？感觉可以赚个路程，然后辅助还能叠工资状，这波皎月帮得很好，这样转一个渡城，再转一波线。想打击杀哪有那么简单呀？大家都这个分段的人，又不是笨蛋，真想对线击杀真挺难，真心挺难的。最近没有摄像头，半个月差不多。都不止半个月，差不多10-20天也没摄像头了。最近在老家呀，老家没摄像头，什么时候回学校了就有了。对啊，什么时候回学校摄像头就有了。之前有摄像头都是因为在学校呀。这车能不到吗？这把对线，哎，什么强度挺高的，哎，毕竟是上赛季这个号是王者，是会稍微有点难打。赚点补刀吧，但是赚点小便宜的，赚点补刀已经是赚了很小便宜了。
想拉那边的道宫吗？那不会给你拉那样子的呀。对啊，道宫不可能让你拉的那么爽的呀。只要是废墟，我就有权搜查。谢了，宝贝。他没闪的。哎，这 Q 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我那 Q 中了的呀，不是这 Q 为什么？哎，我真无语了，什么意思？用华为肯定不卡是吧？啊，难道我用的不是？难道不是华为啊？没道理。主播难道用的就不是华为了？就会卡。这个理由我不能接受了，这个理由很难接受。要挡，那不还是给我补到了吗？带火线，我传送马上好了，传送七十几秒，两波线的事情吗？两三波线的事情，传送是刷的，蓝省着点用就好了。死了。啊，被魅惑到就肯定死了呀，对呀、啊，给他吃点肚子就给他吃点肚子嘛，他越肯定越不了我的，他没大招，越肯定越不了，留点蓝就行了。哎，不走，为何不走？因为不怕，为何不怕？不怕就是不怕。呵呵，给你推，给你推，给你推。
都是给他前面的 几个技能都是给他设下的陷阱，对啊，给他设几个陷阱然后他就死了呀。啊，只要我诱饵丢的多他就会不停的走位，看他扭我那个大招他这个 Q 就吃到，就吃到我的 Q 了，他不扭那个大招的话就吃不到那个 Q。 我没来呢，哦哟，倒了，哥们大概率是，这哥们大概率是倒了。倒了倒了，可是刚那波操作没录到吧，那波刚刚那波操作是不是 很魔幻，对，这波操作没录到有点可惜啊。好像最近这边我这边 N 卡有点坏掉了还是，对，没有那个 N 卡录制了。还好皎月琴女和皎月帮我挡了一下螳螂的 W， 不然我应该死了。点了，这么简单就点了。